姓什么？你们都有男朋友吗？没有啊。男朋友可是件奢侈品，我可没有。不过呢，我曾经偷偷暗恋过一个男生，只不过后来考大学的时候没有考到同一所学校，本来就是一厢情愿，现在就更没可能了。顾小满，你呢？我暂时没有。什么叫暂时没有啊？我的意思是，将来或许我就有啊。废话，将来我们都会有。我是说现在。他呢？他呀，他就是我邻居，高中同学。哎，你怎么把我们的关系说得这么生分呢？啊？我们从小一长大，两小不猜。行了。展越，你赶紧回去吧，你赶紧回去。哎，干嘛？回去吧。那你等我一会儿啊，我回去收拾一下东西，然后我们一起吃饭。我知道有一家面馆，价格公道，味道很赞。好。那我走了，拜拜。拜拜。拜拜。你们是青梅竹马吧？真羡慕你们哎！你们俩误会了，我跟他怎么可能呢？他就是我一个无话不说、偶尔欠揍的邻居，跟你说的那种关系半点边都不沾。怎么说呢？叫好兄弟更贴切一点。我信。哎，这一下呀，咱们宿舍估计只有公主有男朋友喽。我也是听说的啊，咱们公主的男朋友就是咱们这届的新生的高考状元，是吗？名字叫左岸。